2008是一款让我觉得意料中，但是又有一点 out of expect 的车款。我为什么这样讲？我知道这款车好开，但是我没想到它那么好开。我知道这款车帅，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竟然可以那么帅。而且你们可以看到，我放了一个水瓶子在这个引擎盖上面，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这款2008它的主要卖点，还有这款车开起来怎么样。第二点让我惊喜的是这辆车的实用性。一直以来呢，我对这种欧洲车的看法就是有很好的操控，可是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应该是收。如果说你是开过上一代的这个2008或者是 Ford Fiesta 等等的车款，你应该都会对我的说法赞同。可是实际上啊，这一个2008它的这个尾箱空间其实还蛮深的嘞。虽然讲它达不到 HRV 或者是 S50 这样的空间表现，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一群朋友，可能是三四个人一起去出门做一个三天两夜的行李啊，这里要应付你们的食物、水、行李，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必不可少的，它自然也是有这个6/4椅背的倾倒功能，所以它的空间实用性就体现出来了。这样子的车款不仅是四驱驾驶灵活，空间表现也有一定程度的保障，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惊喜的地方。第三点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精致的外观设计。因为我们都知道 V segment 的车款一般上来讲，他们的研发成本并不会太高，所以在外观的用料方面呢，原厂是能省则省。可是这个2008你可以看到它外观设计基本上可以用的东西都用上了，全 LED 的头灯组，而且里面的灯组设计非常的精致， LED 日间行车灯的獠牙，还有这个横格式的这个镀铬水箱护罩，看上去都让它不像是一款 B segment 的这个 SUV。 而且它的车尾设计同样的也非常有辨识度，那个丝爪式的 3D LED 灯呢，我真的觉得在晚上开出去那个视觉效果真的是一级棒。如果讲你是一个视觉系的动物的话，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应该会让你很喜欢。尤其是今天我身旁的这个小狮子是黑色，你有没有觉得它特别的杀气呢？第五个惊喜的点就是这个内装，跟外观设计一样，同样的理论， B segment 的车款其实一直以来我佩服的是 Mazda， 因为 Mazda 真的很舍得丢钱在这个内装跟外观的用料上面。现在我多了一家常常要佩服，就是这个狮子。这个2008的内装设计呢，不只是好看，而且多了实用。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置物空间，非常的实用，你可以把皮包啊、钥匙啊、水瓶都丢在这边，基本上是毫无难度的。而且它左右两边还有这个 USB 插槽，而且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只需要连接你的手机，它就可以使用你的手机功能。而且这个内装上面还用了这个碳纤维的贴纸，还有氛围灯的设计，整体的视觉效果我觉得除了赏心悦目，我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而且在目前马来西亚有贩售的这个 B segment SUV 当中，这个内装我觉得是最好看的，没有之一。我前面讲的这样的东西，应该会有人讲我是收钱才会讲那么好，没有，接下来我就要讲它缺点了。这个方向盘很好看，很小，转起来也会让人觉得这个车子很有运动化。但是这个方向盘有两个缺点，第一就是可调整的角度太小，像我这样的身高，我必须把它调到最高才不会顶脚。可是当我调到最高之后呢，就会顶掉我的视线，这一个仪表我基本上会被它遮掉大概是一个1/3的位置，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如果我放太低，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我放低的话，我转方向盘就会磨到我的脚，所以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不能否认这一个方向盘真的让你很有热血的感觉，但是使用起来会有一定程度的不便利性，尤其是像我这样子身高大概是180的人，你坐下去会更为明显。大家可能从影片里面看这个 Mirror 的视觉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实际上这个 Mirror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位化仪表，它还是有 3D 裸眼的显示效果。什么叫裸眼 3D 显示效果？就是讲你不需要戴那个 3D 的眼镜，你看这个 Mirror 它就会有一个 3D 的效果，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震撼。我来讲解一下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效果。首先，它除了里面有一层这一个液晶仪表之外，它在这边上面它还有一个投影仪，
它就是把上面的投影仪的显示效果打在这一层玻璃上面，所以让你看下去它会有两层的显示，有一个 3D 的效果。我建议各位自己去展示厅 start 车看一下这个 meter， 你会爱上，真的真的很好看。而且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一般上这种数位化仪表，如果说在大太阳底下亮度不够或者是反光的话，你会看得很不清楚。可是在我开车的这几天，这个仪表的显示效果真的是很细腻很好看。我就想问问别的品牌的车款可以不可以换这个 meter， 真的好超好看。最后啊，我要吐槽的是，你不要看这里的按键很多，但是基本上你要调整风量，你必须从这一个触屏主机这里来控制。如果你在驾驶的时候你要去调整这个风量啊、温度啊，真的是很不直觉化，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啦。接下来我要继续开启我的吐槽时间。第一点要吐槽的就是这个后座的开口角度其实非常的小。如果像你的家人有老人家或者是身体比较胖的人呢，要进入这个后座的空间其实会比较辛苦，还好我瘦，所以我进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讲的是这个门槛也很高，所以进来的话一定会卡到脚。既然这个 PSA 啊在马来西亚已经有生产跟研发基地，为什么没有针对东南亚的天气加上一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呢？好热嘞。 OK， 我吐槽完了之后讲一讲它的优点啊。就是这个2008的后座空间表现没有我想象中的小。你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我大概是181左右，然后我坐在后面，我的这个腿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三个指头，然后头部空间基本上还有一个拳头，然后加上它这个浅色的车型呢，就会有一个还不错的空间感受，压迫感并不重，所以坐在后座的话其实还蛮惬意的。加上这个后座的这个头枕是可调式的设计，所以坐在后座的话要睡觉是 OK 的，包覆性也很好，只是中间这边坐人就比较辛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如果你跟你的两三个朋友出门呢，这台车要应付四个人的行李没有问题，因为这台车最好的乘坐配置就是前面两个跟后面两个。接下来我为大家示范一下这个中央扶手里面的空间有多大。车锁匙、皮包、麦的盒子、钥匙、Touch and Go， 甚至是我的眼镜，大不大？接下来啊，这个 driver side 还有一个巧思，就是这里可以放眼镜。如果说你的太阳眼镜平常没有用的时候，放在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来为这辆车进行一个试驾分享。这辆车采用的这个 1.2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是 130PS， 峰值扭力230Nm。这样的数据讲很出色，其实也没有；可是讲它不出色，其实又不会。因为这个 130PS 加上 230Nm 呢，在市区驾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盈。而且我觉得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足以媲美这个 1.8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首先就是因为涡轮引擎低转然后高扭力的关系，所以让它这个动力表现非常非常的轻盈。像是现在我们是往这个布吉加六的方向行驶，基本上如果我要进行这个超车的动作的话，油门踩深一点就有了。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变速箱不大想要换挡，让我觉得有一种犹豫不决的感觉。可是基本上如果你顺顺的开这辆车的话，这个很轻快的油门表现会给你一种还不错的流畅驾驶感受，加上这个口径比较小的方向盘呢，转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灵活，是一辆很称职的市区小 SUV。 可是因为欧系车的底盘刚性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出色，所以加上这个小口径的方向盘以及低转高扭的引擎，会给你一个很独特的驾驶感受。我觉得它的操控非常不错，甚至可以说它是同级对手里面的这个操控表现最好的一款车。至于为什么这个法国狮子会有那么好的操控表现，就是跟这个法国的地理关系是有一点因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在巴黎啊或者其他的城市啊，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的古老建筑物，而为了保留他们原本的面貌呢，这些建筑物可以不能够改建，所以也就是它的路况会非常的差，然后道路也会非常的狭小。
而对于这样的路况呢，很考验车子的刚性以及它的灵活性，而标致就是为了这样的需求而开发出来的车款，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它的车体刚性很高，它的表现很灵活，就是造就2008有那么独特驾驶感受的车款。不过我还是必须说啊，这个法国人他们对于这个悬吊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这个车的操控表现是好，支撑性很到位，可是这个悬吊的弹跳是有一点点的明显。我一个人开这台车，我会觉得这辆车可以给到我很不错的驾驶感受，但是当我载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乘客可能没有那么舒服，因为车辆真的是还蛮弹跳的，尤其是你在过这个路墩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这个吸收碎震的功力并没有很强，这个会很大的程度影响到车辆的舒适性。我觉得这个是原厂还需要加强的环节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取舍，如果你想要很好的操控表现啊，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它的舒适度可能没有那么好。如果说你要舒适度的话，这款车应该就不是适合你的那辆车。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头就说这个三缸引擎会在某一些程度下会有抖动，就例如说这样的情况，当我减速然后我深踩油门的时候，它会传来很短暂的一个抖动，就是这样稍微抖一下就停了。不过整体来讲，这个引擎的抖动程度并不算是明显，只是如果我要说它的缺点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引擎的运转的声浪会比较粗糙一点，大家可以听到吗？就是这个声音，我觉得会稍微粗糙一点。除此之外，对这个动力配置是我觉得一般人的驾驶，甚至有时候你可能在 weekend 你需要去跑一下云顶什么，这一个是我觉得相当足够了。但是要提醒各位是千万要小心开车。好了，以上这个就是我对这辆车的简短试驾感受。我必须说老实话一句，对这辆车的动态表现跟引擎的 response 基本上我会是非常满意的，它应该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B segment SUV 之一。你听我讲完了一切的东西之后啊，你会觉得这款车其实是一款非常不错的 B segment 车款。可是问题来了，这些都是建立在它不是法国狮子 Peugeot 的这个品牌上面。我相信很多人在2010年、2011年这个 Peugeot 308刚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就已经去享受了这个品牌的车款的魅力，但是也被伤得不轻。这个是事实，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就算是我本身都好，因为这个品牌的车款我也吃过不少苦头，但是实际上我不能否认它真的是一款很好的车子。之前的代理可能在这个处理售后服务上面不是很上心，可是新的代理在接手了这个品牌之后，他们很积极的去改善这个车子的组装品质啊、售后服务等等的东西。我相信目前为止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没有十全十美，但是对比之前也进步了不少。究竟进步了多少，我们就让这个时间去验证，现在的一切说法都还是操之过急啦。如果说今天我以综合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台车会是我喜欢的车款，它的动力表现不错，灵活性好，操控表现出色，而且实用性也很高。但是这辆车也是有它的缺点在了，我觉得这些缺点是可以用诚意来补足的。例如说你可以看到一些先进的安全配备，好像说这个车道偏移警示跟辅助，然后车侧盲点侦测、倒车盲点侦测、自动紧急刹车等等，但是它缺少了很多马来西亚消费者在意的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这一个我就觉得还是有加强的空间啊。如果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以现在的售价来讲，这款车的竞争力真的是非常的足。说心底话，我很喜欢欧洲车，如果这台车的满分是10分，我会给到它8分这个高分，因为它真的很出色。我相信很多开过欧洲车的人都会赞同我的说法，只是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潜在因素让你不敢去选择它。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家跟着自己的心走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你的车。如果你真的喜欢它，那么你就不要听人家讲，然后去错过这一个那么好的车子。如果你问我会不会买呢，其实我是有考虑的。最后你们觉得这款车适不适合我，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一个参考。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试驾影片的分享。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